生自从脸被狗咬伤后就很少出席公开场合，一直到去年才突然惊喜现身金曲奖，让粉丝们又惊又喜。当时他还在典礼上霸气直呼我回来了。不过距离现在已经一年的时间，他却迟迟没有复出，让不少歌迷议论纷纷。而他也在3日开直播曝光还没回归的真实原因，透露他之前在练舞时髋关节不慎骨折，而且在2月时他才做了将近12个小时的髋关节手术，预估可能要到年底才能够继续跳舞，所以这才让他的复出计划暂停。至今还在复健，他也表示自己不太想说关于受伤方面的事，会显得自己好像很不负责任，但他真的不想被说不努力又食言，更一度情绪激动，在直播时泪崩，让不少粉丝很心疼，纷纷直呼不管多久，大家都会等他回来呀。Bye.